今天为您示范李宁泵科技鞋身超硬超难硌，美工刀一开始还断掉，割这边的时候美工刀感觉又快断了，割到手好酸。接下来用鸡蛋直接丢下去测试这块发泡材质究竟有多吸震。实测前小编也很好奇鸡蛋到底会不会破，一刀未剪呈现，准备丢了好紧张。鸡蛋居然真的没破，里面可是真真实实的生鸡蛋。